说什么？楚公子，你们这是何必呢？去了。一会儿擂台上，你给我等着。对，你给我等着。你给我闭嘴。你怎么会和水千月有过节？传闻西风城水家因楚家落魄，便断绝了来往。后来楚家少爷上门娶了其庶出的二小姐为妻，让整个水家沦为笑柄。而水千月刚才说，背着我妹妹。哇，你就是那个颠覆了西风城格局的楚公子。这第一场考核就要开始了，还没有进猜的朋友赶紧出手喽！我选苏其柔，水千月，我选水千月。哎呀，楚清月一定要趁一马呀！起杯。本次选拔流程有两场考核，第一场测试你们与自身武灵的契合度，达到五级及以上者晋级，未达者淘汰。第一场第一组上台测试。开始。第一组选手，所有人武灵皆为二品，武灵契合度皆低于五级，全部淘汰。下一组上台测试。全部淘汰，下一组。哎呦，这第一轮的选拔比往届严格了数倍，也不知是何原因。这可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以揣测的。师尊，只是契合度考试而已，怎么这么严格？武林好比是个人天赋，契合度就是对自己天赋的领悟，契合度越高，表明武者和武林间的共鸣越强。三品武灵，修为距离二重天，林一川，五级通关。哎，这是第一个通过的选手吧？看来要通过第一场筛选，至少得是聚灵境修为，武灵等阶也至少要三品以上。哎呀，楚行云才淬体九重天。四品武灵，修为距灵一重天，月寻风，五级通关。下一组。四品武灵，修为距灵一重天，苏启柔，六级通关。哇，好厉害，不愧是黑水城的天才少女。耶、哎、小柔，全场最佳，非你莫属了。哼，好高的契合度，不愧为天才。啊、哦哎呀，快别夸了，我会骄傲的。哼，一群井底之蛙，就这种水平也敢妄称全场最佳？你，哼，各位选手就位，开始测试。四品武灵，修为距灵三重天，水千月，七级通关。不愧是传奇般的天才美少女水千月，
这天赋万中无一啊。这等实力的天才可以收归府中，可惜。杨大师，这水千月已经是我们云梦五府内定了。好，那确实可惜了。嘿嘿，本次的全场最佳非水千月小姐莫属了。哼，嘿，哇，天才美女又要过来显摆了。楚行云，可别在第一关就被刷下去了。下一组上台测试。我武林提升了数次，绝不能被有心人知晓。幸好这测灵碑灵敏度不高，无名功法倒是能遮掩。一品武灵，修为淬体九重天。看哪，竟然有个一品武灵啊。这楚行云天赋这么低，还来参加什么比赛？看来你免单的愿望要落空了。臭小子，不会连这一关都过不去吧？我看你是连测灵碑的第一枚晶石都点不亮吧。楚行云加油！